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现在我们是在江苏南京的奥林匹克中心球馆向大家现场直播2006年斯坦科维奇洲际篮球冠军杯第一天的第二场比赛，是由中国国家队同德国队进行交锋。现在运动员已经入场了，场上穿着一身白色运动服的是中国队，穿着一身深色运动服的是德国队。担任今天这场比赛的三名裁判分别是来自立陶宛的布劳扎斯卡斯，希腊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拉扎罗斯，曾经在 CBA 的比赛里边多次执法，另外还有一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巴特勒。第一节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盼望已久的姚明是出现在先发阵容当中，中国队另外几名队员跳球的是易建联，还有朱芳雨、孙悦。好的，中国队比赛开场是首先控制球，还有一名是七号王仕鹏。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的欣赏今天的这场比赛，我们高兴地邀请到了前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的主力中锋，也是在88年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宋涛，在现场作为我们的转播顾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涛。那么德国队的情况我们也简单的向大家做一个介绍。比赛开始，首先是由11号易建联在投篮的时候对方犯规，现在是通过罚球先得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那么德国队在场上呢，有大家熟悉的这个诺维斯基14号，有10号格林，现在控球的是9号哈曼，还有刚才跳球的是13号中锋费莫林，他是一个防守型的中锋。13号，这也是姚明伤愈复出以后的第一次登场。在前两天广州进行的同梦七队的比赛里边呢，姚明和王治郅都没有能够登场。那场比赛中国队输给了梦七队是46分。那么今天王治郅还是由于这个伤没有痊愈呢，不能够登场。那么姚明呢是出现在场上，也引起了大家的热烈掌声。哦，控球不好，哎呦，犯规犯规。中国队在开局呢就表现出非常顽强的一个战斗力哈，那可能在上场球对美国队的比赛当中啊，落后的比较多嘛哈。那这次比赛我从进攻方面，一开局的这个易建联就在篮下那个单打得手，防守上采用的是半场的紧迫盯人的防守。现在德国队，这是由9号哈曼，25岁，1米94的后卫，他是前场断球，然后易建联又抢了一个篮板球，打内线，漂亮！这就是我们要看的姚明，姚明伤愈复出的第一场比赛的第一节。在篮下靠住对方，转身一个大力扣篮。姚明一个又是一个成功的防守。哎，中国队今天上场以后的这个气势啊不错。易建联打前锋，中锋姚明，小前锋朱芳雨，控制后卫孙悦，得分后卫是王仕鹏。这里面有3位是来自广东的选手，一位是奥神队的孙悦，还有来自上海的姚明。发球为例，在宋涛在第一场我们就是在广东同这个梦七队的比赛里面啊，我们失误比较多，
啊，全场30多次失误，啊，被对方抢断有20次左右，就说明我们在进攻方面要解决这失误问题。另外篮板方面呢，我们篮板球不理想，就是我们的全队的后场篮板球和梦七队的这个前场篮板球只相差一个，哎，所以在这场比赛里面，像刚才易建联已经几个漂亮的后场篮板，第三个了，啊，另外一个失误呢，除了孙悦刚才一次失误，这一段还算正常。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德国队的水平跟美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啊，那我们目前看来，因为姚明的上场了，我们中国队在内线啊，还是有相当大的优势的。诺维斯基啊，他现在主要的进攻也是以外线为主，内线中锋13号，他是个比较年轻的球员啊，篮下经验也比较欠缺。因为第一届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分并不高，3-1，中国队是通过易建联的罚球和姚明那个大力双手灌筐，德国队也是通过罚球得了一分。诺维斯基在防易建联，王志鹏打姚明，现在他是利用这个防守能力比较突出的2-13的这个13号来防守姚明。费莫林漂亮，姚明面对防守他的队员恐怕有20-30公分以上的这个差距，一个半转身的抛手，球还画了一个美妙的抛物线进去了，现在中国队5-1领先。中国队开局非常明显的进攻的重点放在姚明身上，易建联最少有4个篮板球了。这场比赛刘伟由于有伤呢，也没有出现在阵容当中，但是孙悦他的身高是2.05米，易建联2.12米，姚明2.26米，朱芳雨2米，王世鹏也1.98米。易建联我们不完全统计有5次篮板球了，还是6次？6次。阿联在上一场对美国队的比赛当中表现也是非常的好。易建联在上一场同美国队的比赛里面是得分中国队最多的。姚明投篮没有投中，12号是塞恩斯利，2.07米的前锋。防守由于姚明坐着内线，所以对方要想打进去也很不容易。诺维斯基，朱芳雨防诺维斯基呢，应该说从身高上还是比较吃亏，他只有2米，而诺维斯基是2.10米。诺维斯基带领德国国家队在2002年的男篮世锦赛上获得铜牌，并且获得那次比赛的 MVP。另外，他率领德国队夺得了2005年欧洲篮球锦标赛的银牌，并且再一次获得 MVP。2006年 NBA 西部冠军的成员。特别在从热队的决赛当中啊，小牛队是先胜2场，使人们看到了达拉斯获得总冠军的希望的时候，结果连续输的4场。所以诺维斯基最近呢，回到德国国家队以后呢，他主要是感觉到自己非常疲劳，状态不是特别好。2罚全中。啊，危险啊，重心太高。对，中国队一次传球失误。现在我们看到小将17岁的陈江华坐在了场边，因为在同梦七队的比赛上有出色的表现啊，使所有的观众都眼前一亮，所以这场比赛呢，尤纳斯还是要把他换上场。好的，又一个篮板球，易建联今天是完全掌控了后场篮板球，表现得非常出色。他的抢位、他的起跳判断上啊，做得非常出色。
姚明外线一个单挡掩护，易建联中投，漂亮！姚明高位挡拆，由孙悦突破啊，打了一个挡拆以后，吸引对方的大个子，然后罚球线这个地方呢，已经没有人防守了。塞恩斯利十二号没有看球，哎，姚明的面前挤着投进一个球。朱芳雨还有机会，哎呦！这是王世鹏拿到球以后再投，对方犯规了。姚明刚才能够空中抢到这个球啊，是准备直接传给队友再投。现在是中国队请求暂停。孙涛，这一段啊，从第一届的比赛来看，你觉得中国队的攻防两个方面表现怎么样？中国队开局就开始重点利用姚明这个点强攻篮下啊，成效非常的明显，而且姚明不但在篮下可以进攻，而且还可以牵制对方，造成我们外线很多的出手的机会。但反过来讲，我们前面几个球啊传给姚明的球有些勉强，是应外线球员应该先做进攻动作之后呢再把球传给姚明，这样给姚明一个轻松的一个单打的机会。王世鹏两罚全中，现在比分是9-5。姚明现在是下场休息，阵容上有一个调整，16号张松涛上，另外小将陈江华在场上，所以中国队整体的场上的高度降低了。这样德国队也有可能会利用这个态势吧，来在篮下加强进攻。那现在德诺维斯基的身高在场上并不吃亏，现在又换上来他的17号是格伦海德，2.08米。啊，德国队投了一个三不沾，好球！中国队也是来自奥神的张松涛，2.12米的身高，快攻。快攻得分，而且造成德国队的防守犯规。张涛这个球非常的精彩啊，对方已经双手把他的胳膊拉住了。观众，现在我们是在江苏南京的奥林匹克中心球馆向大家转播的2006年斯坦科维奇洲际篮球冠军杯中国队同德国队的比赛实况。那么这个比赛是2005年在中国首都北京首次举办，比赛是由国际篮球联合会主席陈万奇博士发起的，也是为了表彰国际篮联的秘书长斯坦科维奇先生为国际篮球所做出的贡献，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比赛。那么这是第二届，这次参加比赛的呢有亚洲冠军中国队、欧洲的冠军希腊队、大洋洲的冠军澳大利亚队、美洲的冠军巴西队，虽然没有来自非洲的代表队，但是却有欧洲的亚军德国队和欧洲的第三名法国队，6支世界顶级的球队在南京参加这次赛事。特别是在8月19号在日本要进行的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之前，这6支球队都将参加世锦赛，而且都是国家队的选手。诺维斯基现在易建联防他，易建联和队友的夹击防守啊，今天积极的防守也造成了顶级的球星诺维斯基的传球失误。其实诺维斯基在第一节的进攻也非常积极啊。
但是由于中国队的防守的压力很大，造成他许多的投篮的不中以及这个多次的失误。陈建华刚才是个人的一个单打突破，球没有进。诺维斯基又来了，诺维斯基只要在场上，他的进攻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嗯，这次一共有13名 NBA 的球员出现在斯坦科维奇洲际冠军杯的比赛当中，法国队就有5个人。对，诺维斯基又罚中一分，现在诺维斯基已经得到了3分。中国队得分最多的姚明是4分，另外易建联得到3分。光第一节易建联就不下7个篮板球啊，还是8个呀？我们等一会儿看看技术统计的数字。朱芳雨三分球短了。德格队是采用先突破，如果你跟得不紧，他可以利用跑投或者突破到篮下进攻，稍微有一人补防马上传到外边。德格队也是靠整体打球，这个队应该说从内线来看没有特别突出的高度，现在诺维斯基就算是高的了。诺维斯基2米12，他的12号2米08。德国队一传很快突破，好，对，易建联一个漂亮的盖帽，现在中国队反击，王世鹏机会，中国队外线的命中率还是蛮低的，对，中国队应该说打得不错，几次出现机会，但是像朱芳雨、王世鹏啊，这两次中投都没有投中。德国队换上来16号，是加格拉2米11，不断的在调整场上的这个队员。中国队也换了队员，是15号杜峰和4号来自北京的小将谢立斌上，是替下了陈江华和朱芳，好，易建联，易建联替下易建联。易建联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表现的可圈可点啊，抢到了8个篮板，还盖了个火锅。对，第一节应该说易建联是表现的最为出众。德格队抢篮板球的时候犯规了，在刚才那个暂停以后啊，到现在我们感觉到德格队是显然加强了防守，所以在这种高强度防守的情况下，中国队应该说也完成了进攻，进攻的质量也不错，也出现了机会，只是在最后这一投命中率不是很理想。是，我们因为德国队他比较习惯对抗嘛，而且在对抗当中啊，这个命中率相当的高哈。那我们因为这个跟欧美距离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啊，对欧美强队常常的进行的比赛啊，所以
对对方的那个对抗比较不适应。不久前中国队曾经到像法国呀、意大利啊进行了比赛，战绩不是很理想，1-6，但是确实也达到了练兵的目的，同时找出了自己的一些不足。像最为突出的进攻当中的失误啊，防守挡位不好，篮板球控制不好，这两个最明显的弱点呢，在今天这场比赛第一节应该说有所改观，这是出现的第二个失误，被对方一个快攻得手啊。今天两个失误呢比较明显，一个是孙悦，刚才一个是张松涛，这个护球啊，这个传球传不出去，有个人的原因，比如说停球过早，一些养成的习惯性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动作，再有一个呢就接应球员呀、有的时候跑位并不是很及时。中国队换上了替补阵容，现在中国队又换上来9号孙悦，现在后一线上是孙悦和谢立斌，内线啊易建联下只剩下张松涛了。好球，杜芳这个球打得非常灵巧，2.05米的身高突破对方封盖，换成左手一个打板以后入框。中国队的小将啊，这个人能力现在有所进步，像易建联这么年轻的球员啊，上一场对美国队的比赛当中表现得非常好，他得到14分，朱芳雨是得了10分，杜峰的表现也很好，对，杜峰打3分成功了，现在比分16-12，还有47秒，第一节比赛结束。中国队这段的防守也很积极，一个是脚下的这个滑步非常及时吧，盯得不错，另外呢手臂的动作也干扰对方的传球路线，这刚才就险些断球成功。现在双方只有1分的分差，还有38秒多的时间，第一节比赛结束。还有5秒，哎呀，断球，好球，孙悦断球突破，非常可惜，这又是一个断球快攻的机会没有打成，还有13秒7，现在德国队的4号突破，这球也没有拿牢，这时候第一节的比赛结束了，比分是16-15，中国队领先1分。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看看双方第二节的比赛。双方第二节的比赛开始了，德国队的诺维斯基没有在场上，现在是他的5号、4号、7号、17号。中国的一个抢断，小将谢立斌中路突破，中国的前场篮板，很可惜啊，突破是谢立斌，然后另外一名后卫是孙悦抢到篮板球再攻，造成对方的犯规。现在中国队在场上依然有姚明，还有杜峰和朱芳雨。这个第一节比赛啊，两个队确实表现的在众博之间，中投分别是44%和44%，远投呢中国队4次远投都没有得分，对方是5投1中啊，也不是很理想，罚球都是75%，篮板球都是12次，但是中国队呢有一个盖帽，1次助攻，3次抢断，5次失误，德国队是4个失误，4个抢断，有4次助攻，助攻比中国队要好一些。中国队改变了防守，用全场的领防，到半场改用2-3的区域联防。
德格列利用外线的投篮，这是四号德米雷尔，28岁，身高1米82的后卫，一个外线投篮，现在德国队是超出一分，18比17。显然是德国队非常快的发现了中国队的防守的改变，找出了外线的空档。姚明补到了外线，对，中国队的防守战术应该尽量设计到让姚明在篮下不要出来。机会投了，好球啊！姚明，姚明这个球可以扣篮了，好可惜啊！对啊，最近的进攻的节奏比较凌乱，应该放慢节奏啊，等到姚明到半场以后稳稳的进攻了。德国队也请求了换人啊，换上来两名选手，哦，三名了，11号、13号和10号。他的13号是2米13的第一节首发阵容之一的费莫林。16号，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国队在外线要传给姚明球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进攻动作。嗯，你这样一直瞄着姚明啊，全世界都知道姚明要拿球了，你要传给姚明球了。即便姚明接到球，也是有很多人去包夹他的。对。现在是又换上来易建联，易建联在第一节有7个篮板球，啊，这是一个右侧的中锋内线队员单打姚明打成了，还有追加一次发球。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中国队一定要在设计防守战术的时候要把姚明放在篮下，不要让他到外线来。因为宋涛这段啊，给人感觉姚明呢就是有着一身好武艺呢，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就是说你有内线的肯定对方要两个人来夹击姚明，这时候你外线一定要给予姚明最有力的支持，就是要多投篮，能够投中。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的外线队员做的还不是很理想，是你投不进去，光是打到姚明，就即便姚明得到球以后，在对方这个强力的这个防守情况下呀，做动作也很困难，也会影响他的命中率。是你外线即便不投篮，也要有进攻动作啊，来吸引对方外线球员的防守的出来，这样姚明在篮下才有进攻的空间。那就是利用突破分球，突破分球，三秒为例。现在的比分是德国队超出了3分，20比17。姚明在外线做单打，篮下卡位。你看他这个费莫林啊，虽然身高比姚明矮一块，但是他在抢篮板的时候，紧紧的倚住这个姚明，把他靠在后边。好的，今天易建联真是篮板球第一节7个，也有盖帽，现在又加上抢断，自己的得分也不错。
中国队第一节有五名队员得分，比较平均，两名队员得到四分。这点恐怕中国队要尤纳斯暂停以后啊，怎么能够把球，一个是通过姚明的内线的高度把这个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队友怎么给他传好球？因为对方现在已经判断好了，就是捅一下、挡一下，让那个姚明接球很别扭，甚至接不到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不能外线完全倚仗着姚明，就一定要非打姚明，是吧？这个传不好再出现失误呢，你其他外线也没有了，这样你就只剩下一条腿在进攻了。是。中国队外线就像我刚刚讲的，一定要有进攻的动作跟进攻的企图啊，这样才能把姚明解放出来。单单一味靠传球给姚明的进攻啊，这样使对方把防守越缩越小啊，那姚明在篮下是毫无这个用武之地。我记得当初穆铁柱啊，在进攻篮下的时候，那时候篮下接不到球嘛啊。他就不高兴了，就讲说你们这个老是不过球，就让我练那个折返跑了。那我相信这个现在我们的球员也是想，外线球员也是想把球及时的交给姚明哈，但是这个方法还是要在你先有进攻动作的前提下再去传给姚明，这样不但解放你自己，其实也解放了姚明。现在第二节比赛还剩下6分21秒钟，中国队现在是17-20落后。中国队的前场球，中国队其他四名队员站成了一排。现在德国队又把诺维斯基换到了场上。啊，两个队员跑，好像一个炸弹开花一样。中国队这段就是投篮命中率不行。打费莫林，姚明一个大帽，这样使下一次恐怕这个费莫林再做动作的话要非常小心了。是因为他这个做动作转来转去啊，都没有离开刚才的位置，所以这样跟姚明纯粹比高度的话还是相当吃亏的。中国队教练认为比赛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嗯，现在这个篮板上方的这个显示器还有4秒钟。尤纳斯说不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就是只有1秒钟。尤纳斯尽管是热身赛，但是为了一次进攻一个球也是非常认真啊。哦，哇，今天应该说中国队在防守当中还是尽管还有很多不足啊，但是应该说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表现了两次迫使也是算是世界高水平球队德国队两次出现投篮三不沾啊。这球诺维斯基想造朱芳雨的犯规，就朱芳雨很技巧的躲开。让姚明下来休息一会儿。现在阵容上后卫线上有了小的变化，陈江华上18号。因为姚明在篮下拿不到球啊，在场上陈江华单打独斗啊，在同美国队的比赛里边，他是在进行到8分多钟的时候上场，第一次投篮不中，第二次也没有中，第三次造成对方的犯规，两罚全中。
陈江华在同梦七队的比赛呢得了六分，有三次助攻。朱芳雨的突破造成了对方十号的犯规。朱芳雨这球员技术非常全面哈，他不但那个外线投篮的命中率很高啊，他的突破能力相当的强。现在呢，场上有四名是来自广东宏远队的选手，另外一名是十六号张松涛。好球，朱芳雨罚中一分。这是本场比赛朱芳雨得到的第一分呢。在从这个欧美队这强对抗形态完成进攻投篮的机会不容易。陈江华紧紧地盯住对方的龙头十一号。十六号补防的不错，费莫林。好球，姚明不在场上，应该说费莫林自信心强多了。两米一三的大个儿，倚住张松涛打到篮下得分。虽然这个球德国队进攻成功了哈，但是中国队的防守在这次啊体现的非常的不错。他们用十八号的陈建华啊，去紧逼盯的这个对方的十一号罗乐。罗老师他的一个30岁的老将，是身高是1米80，这样就破坏掉了德国队的进攻节奏。哎，易建联这球已经拿住了，但是第一节打得太好了，有点疲劳了。现在还有四分多钟，第二节比赛结束，中国队现在是落后四分。这是罗乐，陈江华紧紧地盯住他。虽在姚明不在场上啊，王治郅有伤不能出阵的情况下，中国的内线呢绝对是对方要充分利用的一点。现在不管是诺维斯基还是他的费莫林，身高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且他们在对抗情况下的完成攻击的能力很强，他外线也有突破啊，也有一定的中远距离投篮。哎，防守又一次出现漏洞，这球是又是一个三不沾，真让人想象不到的。但是冲到篮下的准备抢前场篮板球的德国队选手抢到球再进攻，球进了。其实中国队刚才这个球的配合已经打出来了，只是投篮没有进。这个宋涛在同梦七队的比赛当中啊，我们就看到中国队在移动当中，在对方这个这个紧逼防守对抗性很强的情况下完成进攻的这种能力啊，特别是提高这个投篮命中率这方面还要下功夫。这就是我们欠缺的地方啊。我们漂亮，这个球传得太漂亮，非常巧妙的一个背后基地传球。本来这个球险些失误，但是场上的灵活应变呀，造成了德国队的篮下偷袭得手。我们中国的球员啊，在没有防守的前提下的练习的时候，的技术动作都非常好，但是在跟世界高水平的球队的对抗当中呢，往往就是在对抗完成的时候呢，动作处理的不是很确实啊，这个命中率比较差。嗯，无论是投篮还是传球，这个成功率比较差。
其实这是个非常大的门槛哈、啊。那假如说我们在跟世界强队对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完成对抗之后呢，这投篮跟传球都非常的精准了、啊，这样我们就是这个迈入世界强队之林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在江苏南京进行的2006年的斯坦科维奇洲际篮球冠军杯第一天的比赛第二场，在早些时候进行的欧洲冠军希腊队同大洋洲的冠军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当中，是希腊队68-60获胜。这场比赛第一节呢，中国队是16-17。落后一分，现在第二节的比赛还剩下2分59秒钟，中国队落后8分。德国队换了一个队员，18号上，18号赫伯尔，23岁，1米97的后卫。他的13号费莫林下场，现在场上最高的是14号诺维斯基。9号是哈曼，也是后卫，1米94。中国队改成了半场盯人的防守，用易建联来守诺维斯基。市场诺维斯基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命中率还非常低啊。刚才是判罚，中国队的杜峰在抢后场篮板球的时候先推人。中国队第二节犯规全队已经达到了5次，所以由对方来罚球。中国队准备换上另外一名大前锋，内线的莫科，12号。诺维斯基现在的投篮命中率可能不到10%。现在双方的分差已经达到了10分，德国队采用全场盯人的防守。陈江华的速度很快，哎呀，中卫的转移到外线，王志鹏投，漂亮！由于有陈江华的快速突破，也打乱了德国队的防线，造成了快攻的机会，没有的话外线也空了。这时候王志鹏很稳的投中一个3分球。诺维斯基见缝插针呀，稍微的有一个疏忽啊，他就能够抓住机会。碰到了对方防守队员的手。德国队防守非常的粘人，好球！易建联这个球处理的非常好啊，在掩护之后，直接到篮下要位，这外线球传得非常及时，造成了对方的犯规。一个球罚中，易建联得了4分了。第五分，我要打领带。比�赛还剩下1分30秒，
84秒违例了。中国队要利用这次压迫性的防守。中国队打了一个小高潮啊，现在是28-33，还落后5分，还有1分16秒，完全是由于中国队的漂亮的防守造成了反击的机会。说在这个世界锦标赛之前有这么好的一个练兵的机会，而且都是参加世界锦标赛的国家队的选手，对于中国队无论从进攻和防守的能力上来说，都是一个极佳的机会吧。所以但愿中国队能够通过出访法国、意大利、这几个西班牙等等吧，能够检验出自己的不足。同时呢，通过这个像在广州和梦七队的比赛，包括在南京的比赛呢，能够在世界锦标赛之前，能够把自己全队的状况呢调整到最好。如果到了日本札幌的时候，内线的姚明和王治郅能够组成最强的组合，我们刘伟的伤也能够这个康复，那么中国队以一支比较完整的球队出战的话，应该说大家还是寄予一些希望的。是，就像您刚才讲的，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锻炼队伍的机会啊。尤其在大赛之前，姚明跟王治郅还没有上场的时候，那其他我们这些年轻的球员，这就是最佳的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锻炼自己的机会。中国队显然是加快了进攻速度，加强突破，尽量在移动当中来完成个人或者整体的配合。易建联投了，哎呀，现在还有36秒钟，上半场比赛结束，28-33，中国队落后5分。莫科抢到篮板球，哎，中国队马上把节奏控制好。尤纳斯也打了一个手势，哎，不给对方再反击的机会嘛。还有10秒钟，这次进攻，陈江华，一个盖帽，这时候哇，好悬呀！上半场比赛结束了，结果是28-33，中国队落后5分，但是第二节打得相当的漂亮。运动员休息以后呢，我们介绍第三节的比赛。张庆鹏，10号公孙林，13号姚明，11号易建联和7号王仕鹏。那么德国队现在在场上呢，有诺维斯基，13号费莫林，有5号是奥库拉贾，这是31岁2米04的一名选手，也是德国队的第二号得分手。另外有10号格林，1米85的后卫，27岁，还有是他的9号哈曼，1米94。中国队现在是3小2大，诺维斯基，姚明一个篮板，10号公孙林，6号张庆鹏，德国队防守犯规了。
那么从上半场的比赛情况来看啊，中国队的中投命中率是36%，德国队也不是很高，是吧？是40%，但是三分球中国队只有10%的命中率，而德国队是30%。上半场中国队，特别是几位小将发挥的不错，表现出来的斗志相当的旺盛，特别是易建联，唯有了内线内外线进攻的联系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嗯，那我认为啊，外线呢一定要移动，不管是人或者是球，都要移动。那要进攻，外线一定要进攻，传球来要有技巧，不要老盯着姚明传啊。那另外呢，也可以打这个高低位的中锋，像现在中国队就把易建联放在球场上，他跟姚明搭配这个高低位，由易建联把球传给姚明。易建联无疑是今天中国队的比赛当中最亮的一个点啊，他尽管得分不是特别多，得到7分，但是有9个篮板球，1次快攻，2个盖帽，1次抢断，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数字。诺维斯基在上半场的发挥并不好，但是千万不可忽视他在下半场，特别是在第四节的关键时刻的进攻的爆发力。中国队是力争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啊，诺维斯基犯规了。易建联又抢到了后场篮板，易建联在上半场的得了7分，抢到了9个篮板，现在是第10个篮板。哎呀，基地传球传给了姚明，这球传得很漂亮，是公孙林的突破。只有像宋涛所说的，自己先有进攻动作，吸引对方，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威胁和压力的情况下，再把球传出来，这个机会就出来了。现在是中国队落后8分，38-30。现在这段中国队员在传给姚明球的时候呢，给人感觉还是意图比较明显。你拿到球，运了一次球，又把它拿起来，只能干什么？只能传球了吗？对，要不就投篮。投篮又没有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失误。这段我想中国队派上3个小个队员，宋涛啊，就是说想把这个速度也能够打起来，来冲击一下德国队这防线。你比如张庆鹏的突破啊，这个王志鹏的快攻，再加上这个公孙林的灵活的这种穿插，再加上这个易建联的中投啊，姚明的篮下，再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速度带起来。是，我认为您说的不错，这个阵容啊，姚明跟易建联在后边，有篮板球的保证，对，打快攻，打快攻一定没有问题。但是刚才落到阵地进攻的时候，易建联拿到球啊，他没有看里边的姚明，这个是非常不对的。你一定要看姚明，然后你自己才有进攻机会。你一定要注意他这个10号格林啊，这个队员身高只有1.85米，27岁的后卫。
但是在边角的两个三分球，现在中国队已经落后九分了。哎，这个内打内的球时机不好也。叶莲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啊，但是在技术方面还应该再加强。啊，易建联下场的时候，看来右脚还是膝盖有点伤了，好像。但是今天易建联的表现绝对是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裁判判了中国队的带球撞人。其实这个球吹撞人吹得有点勉强，因为造成撞人的原则，你一定要双脚离地，然后正面向进攻人，被撞倒，这才是进攻犯规。好，这个补防的不错，很及时。对诺维斯基的防守不能有半点的松懈。对，就包括在从热队争夺总冠军的时候呢，这个他的队友也说，你可以防他一时得不了分，你不可能防他四节整场得不了分，他总有爆发的时候。哇，漂亮！说着说着就来了。嗯，诺维斯基已经得到九分，目前是全队最高。要看时间啊，还有十秒、七秒、五、四，好球！还是利用内线的牵制，由朱芳雨在外线左侧一个三分球。这就是由姚明在篮下的牵制起到了作用。这个宋涛，我觉得给人感觉中国队呢，现在全队啊还是在这个磨合期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的控球后卫呢，一般把这个球从后场攻到前场，再运一运，再找找人，我们整个进攻的一半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在仅仅剩下的这个十几秒钟要完成这个穿插跑动，创造出机会投篮。如果时机稍微差一点，对方再逼得凶一点、紧一点，我们这个就是进攻上比较被动。是，这就是要求我们的控球队员啊，有非常娴熟的技术啊，运球过人，传球这个技术。然后另外，就是你要有整体的一个配合的意识。你在后卫在后场控球的时候就开始组织进攻了，这样到前场的时候衔接的会比较快。这是个幸运球啊，王志鹏这个球弹起来有一米多高，然后落下来了，进了。38-45，还有七分的差距，第三节比赛还剩下4分29秒。哦，漂亮！你像他这个大个拉到外线传球的时机啊，小个儿突到内线，配合的也是恰到好处。是，大个在外线拿球。传球的视野非常的广，所以如果易建联在罚球线或者在圈顶拿到球看姚明传这个球是非常好的。德国队换下来13号和10号，换上去7号和17号。德国队的17号是格伦海德，2米08，7号是加雷特，1米93。
现在中国队从得分来看，王世鹏已经得了11分了，啊，全队最高。朱芳雨得了5分，易建联得了7分，姚明6分，杜峰3分，张松涛4分，另外一个陈江华得了2分。又进了，这就是诺维斯基，手腕非常的软，球向后旋转，即便碰到篮筐也会这样弹进。好球，杜峰非常漂亮非常轻松的一个外线啊，回敬了诺维斯基一个三分球，这球投得非常果断。哇，单打陈江华啊，这段双方都打得很漂亮，尤其是在进攻当中。现在德国队把内线拉空，让四号，好的机会出来了，到篮下去单打我们的后卫。陈江华快攻，哦，先吹防守犯规了。还有2分55秒钟，这一段双方打出了一些精彩的配合，比分上中国队还落后8分。中国队现在换上来莫科和孙悦，啊，另外还有朱芳雨。看来尤纳斯也在世界锦标赛之前啊，大胆的这个演练这个阵容啊，多种组合。这个比赛就是为世锦赛来调整阵容做准备。德国队外线依然很准啊，这是刚刚上场的17号格伦海德，2米08的身高，外线。好球，还是通过陈江华的突破吸引了对方，然后外线就出现空当了，这跟姚明在篮下牵制对方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还有2分钟的时候，德国队是也是频频的换人啊，换上了他的12号和16号，诺维斯基下场休息。16号加格拉2米11，和12号他的第二号主力选手是奥库拉贾。18号陈江华，陈江华控球，中路突破，好球，漂亮！尽管身体重重的摔在了地板上，但是陈江华这种敢拼、敢抢、敢突的这种作风和风格，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和好评。中国队控制篮板球，现在中国队把比分迫近，49比54。哎呀，中国队的这种失误啊，你这个控球的后卫不能够急很早的就把球停下来，对方一逼你没有办法了，你只能传球，要不就投篮，可是投篮的机会已经没了。是传球呢，由于你是被动的站立的，很容易失误。这个球刚刚气势出来一点，由于这个失误啊，可能又会追上比分的这个希望又比较渺茫了。
其实中国队在前三节啊，比分咬得都非常紧啊，但是体力消耗也很大。对，那关键的第四节啊，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意志力啊拿出来，是最后胜败的关键。第三节比赛还剩下34秒4，56-49。中国队这段也是加强突破，一个是陈江华，一个王世鹏，这样使德国队整个这个防线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漏洞吧。另外在突破当中，中国队为外线的进攻也创造了一些机会。看来和这些欧美的强队啊，他们的身体素质比我们好啊，一般来说在对抗当中我们做技术动作会比较吃力，但是他们的仍然是比较自如，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这种高强度啊，高对抗的情况下来完成技术动作，所以这方面的能力通过和世界强队的这个出访啊、友谊赛、热身赛啊，中国队还是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其实我们中国的运动员的灵活性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进攻当中一定要不停地去移动，才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对，还有像韩国队那些小个儿，他就是靠不停的移动，靠准确的三分线，这样才能够跟中国队这么多年来哈一直可以抗衡。哦，德国队篮下一个非常明显的推人，单手大力扣篮。这时候第三节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比分是58-49。德国队现在是领先9分，稍事休息，我们来看看第四节的比赛。现在双方第四节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篮板球，现在在场上是陈江华。哈哈，德国队也是一个失误，陈江华、杜峰、莫科、王世鹏，再加上9号孙悦。哎呦！德国队也是有突有投啊，有分，那打的技术上确实很合理。对，刚才这个回合中国队的防守非常不明确，外线的空档太大。两次投篮不中，这个出手非常不应该，因为对方已经跟上来了。哇，诺维斯基一个漂亮的前场篮板，裁判吹了莫科的犯规。诺维斯基罚球，诺维斯基这场比赛已经得了11分，
12分仍然是全队最高。另外他的13号费莫林得到了10分，是那个2米13的大个儿。这是易建联转身打诺维斯基，机会也出来了，但是球没有进。哇，这球有点匪夷所思的进了啊。其实这段中国队的防守呢也确实很积极啊，逼得也很凶，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但是德国队仍然是比较高质量能完成最后的进攻。对，这就我刚才讲的，比赛已经进入第四节的决胜期，决战期，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意志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都知道麦克乔丹还有瑞吉米勒，他们都是所谓的 fourth quarter player， 就是第四节的选手，啊，第四节对于一个球队来讲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就是你如果有非常强的意志力，你才能发挥好你的战力，才能够在比赛中取胜。好球！哎呀，机会是出来了，但是就是没进。第四节。好的，陈江华，哎，我们在这种高压情况下完成的这个配合呀，就显得比较吃力。就是最后这一下呢，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把球传出去处理掉。这时候中国队又换上了姚明，全场一片掌声。还有6分26秒，全场比赛结束。现在中国队是52比65，落后13分。第四节的稳定性啊，是一个，是不是一个优秀运动员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特征。好球，内线牵制，外线朱芳雨，三分球，55米67。哇，漂亮！他的11号是老将罗勒，啊，30岁，身高只有1米80，在外线掌控全局，什么时候传球，什么时候突破，什么时候自己攻，很清楚。哦，有了，2分有效，马上陈江华利用自己的突破，甩开了11号这个罗勒的防守，轻松的单手一个低手上篮，还造成罗勒的犯规。陈江华已经得到了7分。宋涛，你看了这场比赛，我想在广州的对梦七队的比赛，可能你也看了电视转播。我觉得总体来说，中国队在上一场从梦之队所暴露出的一些不足吧，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得到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我们的后场篮板，比如说我们在移动当中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是。这场球很明显，中国队在输给在大比分输给梦七队的这个情况下啊，在今天这场比赛，尤其在上半场打得非常的拼劲，非常的足啊。那特别是易建联
在上半场的时候就已经抢了九个篮板，那自己的得分和进攻防守各个方面啊都是可圈可点。当然姚明今天是刚刚的复出啊，还看不出他的实力来啊。那但是今天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说中国队姚明在场上的时候内线跟外线的联系这个问题今天处理的还不是很好。那但是呢中国队在今天呢有明显的进步，就是说一些年轻球员啊，特别是像燕莲，像18号陈建华最后这个几个突破哈，这个非常的这个就是打乱了对方的防守体系吧，非常的犀利，进攻对，哎，带来的机会。中国队，陈江华得到了8分，哈哈。现在中国队换上了6号张庆鹏。哇，漂亮！诺维斯基拿手好戏，身体往前一倾，往下突破，然后就利用身体接住以后闪出这么一个小的缝隙，后仰跳投非常稳，这是他的拿手动作。姚明篮下得到，造成了对方13号的犯规。这是莫科传给姚明球，传得很好，但是费莫林以这个犯规的来阻止了姚明的一次大力扣篮。这就是很典型的两个内线之间的配合。姚明今天是得到6分，但是他出场的时间呢并不是很多。另外看得出来，全队的频繁的这个换人啊、调兵遣将啊，也是在磨合和为世界锦标赛做最后的准备。尤纳斯同时也在考察一下，进一步考察啊，最后来看看哪些队员在一起的配合更为熟练一些。掩护犯规，比赛还剩下4分40秒，中国队还落后13分。好球，莫科又是一个外线三分，莫科今天也已经得到6分了，现在还差10分。德国队的教练还在提醒对方的防守球员说莫科可以投3分，要上去上去，结果还是被莫科投进了。德国队也请求了换人，现在是诺维斯基在发球。诺维斯基已经得到了18分，这是两个队在比赛里面得分最多的选手。19分，诺维斯基今天发挥的并不是很好，哎，可是你稍不注意，他就可以得到分数。好球！中国队在第四节应该说在3分球的命中率上啊大有回升，特别像莫科2次，朱芳雨又1个，在早一阶段呢，朱芳雨在左侧的边角也有1次3分球。中国队连续的几次3分球，迫使德国队叫出了暂停。快攻都有，说明他是比较全面，而且也有还有上升的空间。
再一个，中国队的防守也有改观啊，只是在把握得分的能力，在强对抗对方紧逼防守的情况，完成进攻的这个质量和最后投篮的命中率上要有所提升。另外看看怎么能极大的来发挥内线我们姚明这个高度，和包括王治郅回归以后啊，在内线的这种优势吧。哇，张庆鹏个儿还是太小了。现在还有九分的差距，还有3分33秒钟。现在德国队11号罗勒，姚明防诺维斯基，哈哈，诺维斯基真是漂亮啊，投的。现在中国队再一次换人，陈江华替下6号张庆鹏，易建联替下了12号莫科。从刚刚中国队变换成全场紧逼防守的这个情形看来，中国队还是想赢今天的球。漂亮，姚明转身以后单手的大力灌筐，67比76。现在还有2分47秒钟，德国队控球，这时候观众的情绪非常的高涨啊，他们也看到了双方的精彩表现，另外看得出来对中国队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诺维斯基不愧是当场之星啊，他已经得3分。快攻没有进，漂亮，陈江华一飘龙啊，闪躲腾挪，两个漂亮的后转身，然后利用姚明的掩护，那拦下一个单打成功，69比78。1分53秒钟，应该说观众看的这场球还是比较过瘾。又一个失误，中国队的在第四节呀，尽管体力消耗比较大，整体的这种身体素质能力比对方要差一些，但是确实今天尽力了，而且逼迫对方几次出现三不沾，出现传球失误也不是第一次了。从中国队最后这段时间的防守来看，中国队的求胜的意志还是非常的强啊。那像刚刚特别是在18号陈建华上场以后呢，他连续的几次突破，几次非常漂亮的突破，搅乱了对方的防守的阵脚，这样也使得姚明在篮下有了更多的机会。现在还剩下1分43秒，中国队领先9分，落后九分。中国队有3名选手得分在2位数，是王世鹏的12分、朱芳雨的14分和陈江华的10分。另外，今天中国队由于上场打球的人多呀，像张松涛4分，杜峰6分，姚明九分，莫科6分，易建联7分，孙悦1分，得分的人还是比较多。德国队除了诺维斯基，还有2名选手得到了10分以上，就是费莫林13号得了10分，另外他的17号得了11分，17号是格伦海德，这3名选手最低的是2比08，所以就是说德国队他的内线的攻击力还是杀伤力很大。还有1分43秒4，中国在这场比赛应该说已经达到了练兵的目的啊，从队员的这种积极的拼抢，全队的士气不断的磨合阵容啊，纽纳斯也在寻找几套不同的这个人员的组合。但是就关键时刻打法而言呢，还是我们自己的失误、啊、中国队
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如何能够在一分多钟的这个时间里边啊，能够把这个落后的九分把它扳回来，这个是非常大的学问。哇，诺维斯基啊，就是诺维斯基，确实是名不虚传，往里压，往后撤，2米1尺几的大个儿，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封盖到他。关键时候一定交给最有把握得分的球员出手，这个时候对诺维斯基的防守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中国队，这个时候一定是把球交给姚明。13号费莫林是不惜以犯规啊来阻止姚明在篮下的进攻，但姚明还是获得了两次罚球。13号费莫林已经是5次犯规，这是2米13的大个儿，他在比赛里边是得到10分。现在还有50秒钟，中国队是落后11分，姚明获得发球。姚明已经得到了10分，是中国队上场队员当中第4位达到2位数的。好的，71比80。中国队换下来也是为了保护姚明，所以尤纳斯把姚明换下场，换上来孙悦，因为毕竟他的伤也是伤愈以后的第一次出阵啊，从体能上各个方面还要恢复一下。还有30几秒钟，哇，诺维斯基找到感觉了，已经是27分了，现在是82比71，还有20几秒钟全场比赛结束。这个是就是一个优秀球员关键时刻的要起到的作用。那么这场比赛，宋涛，你能不能简单的几句话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小结？我认为今天中国队啊，进攻方面得到了71分，面对世界强队啊，德国队能够得到这么高的分数啊，尤其是在姚明上场时间很短，然后大致完全没有上场的情况下，已经非常的好。那在上半场对诺维斯基的防守啊，也是非常的好，因为诺维斯基上半场只得到了7分。诺维斯基下场得到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他表现出了精湛的球艺，得到了27分。然后中国的几个年轻的球员，像陈建华，像朱芳雨，像易建联，他们今天的拼搏精神，都是让全场的观众为之感动。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结果是82比73，德国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